来了来了来了，白痴来了。哇操，这么准的呢！哦，来，欢迎大家来撞，我要玩这个图啊，你们都应该撞得到吧？休闲模式是什么东西？12个玩家在88名 AI 匹配，哦，这个好像新的呢，没玩过，玩一下。休闲模式，鼻祖准的产生哦，好吃好睡，心情放轻松。好吃好睡，心情放心中，就会减缓皮质醇。然后，如果你去交一个女朋友会更好，做一些你会开心的事情。皮质醇对于人的影响很大哦，各位不要开玩笑哦。所以你要想办法让你睡得好啊，所以你就要做一些让你快乐的事情啊，你懂我意思吗 ？You understand, bro？ 还是没人哦，没人玩那么紧张干嘛呢？啊，这什么破击炮弹？破击炮？看你这破击炮打得到人，我上次好像都打过一发，都打不到人啊。所以我是有队友的吗？我看得到人呢、欸，那是我的队友吗？听到棒棒的声音，我看不到东西，不知道箱子嘞，有箱箱嘞，有箱在哪里？看你俩人死在哪啦，鸡巴嘞！听到声音了。跑起来 ！S 型 ，S 型，找不到，找不到！哎呦哎呦，哎，哎，哎，鸡巴！你在那边变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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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鸡巴啦？啊！看到人了，这边这边一只，打不到，打到才有鬼。大家都射得那么开心，我们去坐船，我们就坐船。什么鸡巴啦？是阿伯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啥桥？是啥桥？哎，摩托车。啥桥啦？哎，怎么那么慢呐、啊？哎呦，追起来，追起来！昨天哦，昨天就怕说错话，还先不要开好了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惯性就是会一直去看新闻嘛，就看到一些新闻就又想要嘴人家，我会忍不住我体内那个邪恶的邪意哦，所以我昨天就闭关啊哈，闭关，冷静，冷静。那鸡巴你打上小了，干。好了，根本不知道你人在哪，你在那边打打打打打打，因为我没穿防弹衣吼。三级甲，三级甲，我为什么没有穿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上天要给我三级甲，所以叫我不要穿那个垃圾，要我们穿三级甲、三级头、三级包，好不好？拿好武器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啊，哎呀，他妈的嘞，你们完蛋了，你们，我有多了第一枪，啊，一定吃鸡的啊，这肯定吃啊。
有没有人说吃鸡要买什么几百万之类的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观众朋友？馆长，你吃鸡的话，我把家里卖掉，全部买电商，好不好？都没看到人是怎样？十二个玩家啊，为什么都没有看到队友的显示栏？也没有看到，当初这个游戏这么辉煌，几乎大家都会玩，啊，现在就这样子，游戏界就是这样。你是在靠北啊？一直讲那个什么老人，还有人说，哎呦，有两个老人在吵架。你妈鸡巴十几岁而已，是他妈多老啦？你说他嘛就算了，你他妈讲到我，我就很没送。就算我真的今年五十岁了，我的体力还是比一些年轻小伙，比大多数年轻小伙要好好几倍。我跟你讲，女孩子就喜欢我们这一种的，经验丰富。我跟你讲，你他妈的到底是有没有人都会给我打、啊？来了来了来了，白痴来了。哇操，这么准的呢！哦，你是我的粉丝，也是一个小小 YouTube， 你待会可以如何经营 YouTube？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经营 YouTube，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的话，你不如要去问九 man 啊，或者说这些阿嘎啊，这些老的这个做 YouTube， 因为馆长本身不是做 YouTube 起家，我本身就是做直播起家的。然后我平台一开始在 FB 嘛，后来在 Twitch， 后来又跑到金刚。所以你问我说怎么经营的话，我是不会经营的，我是比较没有那么专精。因为大部分的观众不是看我很用努力经营来的，大部分的观众是看，哎呦，这个人怎么长得那么帅？呸！对，所以我来教真的是不太适合啦。我还是希望哦，大家还是不要来问我。对对对对对，不太不适合啦。因为如果你问我怎么经营的话，我也是就开开台嘛，跟女生聊聊天嘛，然后露露我的二头肌啊，有私密的话露露龟头啊，哈哈。所以我们这个比较算是一种色情 YouTuber 啦，好不好？简称来说，充满了这个频道充满了小的味道，比较充满了文化气息，是说馆长的频道充满了费洛蒙啊。我他在打哪里啊？我看到，我看到，这边。打到才有鬼，看你脸。其实经营 YouTube，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啦，它不是一个套模，所有人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做啦。所以馆长给你的建议就是做出自己的风格，然后不要害怕，不要怯场，最重要。然后多跟观众做亲密的接触，多多关心你的观众群啊，多多跟你的观众群聊，为什么这个他妈圈怎么那么近啊？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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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吃鸡了！啊哈哈哈哈！馆长呢，属于老人开讲，年轻人学不来。好啦，学不来就学不来，跟老人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妈的，老人是怎样？我现在是讲话是怎样？我现在讲话是这样哟，我开台是老人台哦，啊，是吗？我有买大摇啊，可是我不知道买哪一个格斗游戏啊，你们有推荐的吗？快打旋风吗？设定上面有吗？它有那种快打旋风合集嘛，还是比较新的快打旋风？可是那个绝招我不会敲啊，你要跟我讲要怎么敲、啊？我跟丁特玩天堂 W， 你说玩手游，我还是玩我的暗黑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暗黑已经觉得我他妈的已经花很多钱了，好不好？天堂那是人在玩的吗？天堂你没有他妈的抖肩房子进去，你怎么玩？我行情还不到那边呢、啊。如果我跟我们特哥一样有那个行情的话，你就会玩哈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没人。操、啊，真好狗运！拿两个弹夹是要干嘛？妈的，到底多少人呐、啊？怎么他妈三只都在这啊？喂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！
操你妈的鸡巴！啊，我队友嘞！你是个靠背啊！一直讲那个什么老人，还有人说，哎呦，有两个老人在吵架。你妈鸡巴十几岁而已，是他妈多老了？